玩具。买玩具了，买玩具了！银河奥特曼要来超市买最新的奥特曼盒玩，赶紧去看一看。果然，超市来了很多的奥特曼玩具，这边有最新的奥特曼盒玩，把这个买回去。后面还有三盒，那就一起带回去凑成一套吧。超市里面还有奥特曼的杰基卡片，这个是赛罗，这个是杰德，那就选择这个赛罗的吧。每次来超市必买变形蛋，那就选它吧。超市里面还有奥特曼的变身器，这个变身眼镜看起来好酷啊，这个也买了。一不小心买了这么多，要去结账喽。银河结账的时候遇到了泰迦店长。咦，这不是银河吗？你买了这么多的玩具啊？是啊是啊，实在是好玩的太多了。泰迦店长说，买这么多玩具还有赠品哦。他送了银河一个萝卜水晶。哇哦，实在是太棒了，谢谢你店长。银河奥特曼开心的回家拆玩具去喽。来看一下银河买到的盒玩，这是最新的奥特曼盒玩，这次有非常多的种类，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哇哦，快看，有好多的东西呀，胜利飞燕一号的奥特币，一张宇宙英雄奥特曼的积分卡，哇！一张特别详细的拼装说明书，还有一张怪兽卡片，上面是怪兽江 Q， 背面是字母小课堂，哇哦，还能学到知识呢！呀呼！这里还有一个字母 Q， 据说它还会变形哦。会变成什么呢？哇哦，出现了，是江 Q， 看起来好可爱呀。阿朵阿朵，那后面还有三盒，这三盒我们会作为礼物送给评论点赞最多的小朋友，记得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接下来来看奥特曼的立体拼图卡片，后面一共有12个种类，我们会得到哪一种呢？嘿，天哪，竟然是泰罗奥特曼，让我们一起来拼装一下。好神奇啊，卡片变成了真正的奥特曼，那你们知道它的名字吗？这里还有一个变形蛋，是古代怪兽哥莫拉。哇，接下来银河带来的是他买的变身眼镜，这是赛罗眼镜，用它可以召唤出来什么呢？来看一下它的变身音效和变身效果。哇哦，快看，是黄金赛罗！你们知道赛罗一共有多少个形态吗？知道的话，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